就搬到这个大的房间，搬到那里，别拿到我们来。我看他跳山上。他只能走他了，你害我跌了。混了呀！你看，他吃槟榔。哈哈哈哈哈！举手啊！嗯。很像我打中掉的那个位置没有。后来就因为没有大的空间，后来动物园盖好之后，他就安排一个比较大的，所以比较好。就是他真的宝宝很大。哦。阿胖可能在里面睡觉。哪里的阿寿啊？阿寿，阿寿可能在里面睡觉，没进去。阿公阿妈都在那边，住在那里面。嗯。这边是小只的，他们就是比较喜欢爱玩玩玩玩。还会动。对。只有两只小的。不是吧？我们不需要那个同理感受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。